现在利用煎鲑鱼的油来当做汤底，来做个炒饭。那在炒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有多少的量。首先炖饭，再来。青椒，洋葱，大白菜，豆干，红萝卜，青香菇，蒜，还有青豆。当然免不了的还有最后的煮菜必备的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备的材料。好，我们把蒜先放进去了。猪油加猪油有个好处，它本身就有咸味，还有一点辣味，所以咸味跟辣味就不用再特意的再加了。接着把青椒放。肉干，啊，肉前味我们用肉干下去。肉干，先好了，火要加大。洋葱这个时候干净取决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加洋葱之后，两个蛋黄就加了。
加热了。现在就让它继续加热，你看到这个很糟糕，等待一下。好，经过一段时间把饭加热之后，我们要开始来拌饭，拌一拌。
波长，在波短下。慢的时候，我们先暂停一下。好，我们到深下来看。综合炒饭，耶！我把它放在这个锅里面。
Thank you.